我们闻这个，来给你。你想，好了，夏永群，和宝宝睡宝宝要玩完了。夏永群早安。吃午餐，小友群今天吃宝宝粥配半颗水煮蛋。好要来，然后爸爸妈妈吃牛饭，吃汉堡包。没有，这是藕龟挑吗？从哪里看出这种味道？因为它是那个、芋头的颜色啊。哪里？它不是萝卜糕的颜色，它是芋头的颜色。是萝卜糕的颜色啊。那芋头紫紫的颜色。哪有紫紫？有吧？哪里有紫紫？有啊，紫色的、它怎么都是紫的。来呀！青江菜，哇，肉肉好吃，有面面，哎呀，眼泪都流出来了，饿了哈，肚子饿了，可以给弄弄。
你不要把菜做出来哦。他不会啦，他喜欢吃菜菜的。肉肉嘞？菜菜。啊！那马上知道接下来是什么。宝宝嘞？跟我讲阿公，阿公有50000呢。小五跟我讲阿公，还不会，还没有钱才可以拿。蛮厉害的，会吸面条。然后嚼嚼嚼，啊吃吃吃，咬咬咬。你喜欢吃肉肉还是菜菜？啊，这里。今天不是妈妈喂，所以觉得。太慢是不是？要加眼泪。调味一下。调味一下。你吃完了没？哎呀，他吃完了呢。我看吃完了没？有饿成这样吗？你没吃下午茶、啊。吃完了没？好吃吗？好来。很慢的，你太多问题了。话太多哦。话太多。没有肉，好吃吗？你问你怎么吃的？好吃吗小姐？你吃完了没？可以，你看，来。好吃吗？一直问，吃一口就问一次。好吃吗？真的好吃吗？你会不会吃太快了？你有没有咬？小姐有没有咬？小姐没咬？在咬。吃完了没？啊，我看，还没。浴巾呢？
应该。你今天。你别这样，他已经拿给你了。一斤两斤。哦。嗯。好了，穿衣服了。你下，我先去买了。奶奶。好了，来哟、哦。昨天练到哪里？哦。练到说赛德他的马他的身上的财物啊都被抢走了，然后一个人在沙漠中不但口渴而且精疲力竭，赛德只好再拿出项链上的魔笛，希望能有奇迹发生，可是笛子仍然吹不出声音。拖着蹒跚的步伐的赛德终于支撑不住，累倒在地上，并且失去知觉。你又在玩床了，我的天哪！唉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赛德才慢慢的清醒过来，同时身边还蹲着一个陌生男子。啊，醒过来了，不要动，你最好静静的躺着。这个男子按住准备坐起的赛德，并关心的说。这位好心的男子还给他吃了一些食物和一些水，赛德才渐渐恢复了体力。谢谢你的救命之恩，赛德由衷的感谢这位陌生男子。男子摇摇手，阻止他说：“我们本来就该互相帮忙的。我的名字叫做贝克，住在巴格达。我在那儿开了一小店铺。如果你不急着回家，欢迎你到巴格达来玩。”赛德当然很高兴有机会到巴格达去玩，于是就和贝克一起前往巴格达城。赛德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穿梭在巴格达的城市中，不由得吓住了。这个城市很大吗？贝克骄傲地说。赛德猛点头，表示赞成他的说法。这么大的城市，只花一两天的时间是逛不完的。你慢慢逛吗？贝克又说，我很想痛痛快快的玩，可是手头上没有钱。赛德不好意思地说，你不吃这个啊，就是你的护身符啦。哎，别慢慢。贝克连忙说，这个你不必担心，可以住在我家。于是赛德便接受了贝克的好意，暂时借住在他的家里。抵达城镇的当天，赛德并没有去逛街，因为旅途的劳累，因此他很早就休息了。第二天，赛德忍不住想出去逛逛，但是身边没有钱，什么也做不成。好了，他到了这个巴格达，我们看他会做些什么事情，再继续念下去。哦，你要把书关起来了。好，下面全要睡觉了。下面全要睡觉掉了。小羊群要睡觉了，来把书给妈妈。你自己又要看书了。好啦，睡觉了，要把书给妈妈。什么？是谁？是什么东西？看不懂啊，你又看不懂。好啦，小羊群晚安。为什么要重来？为什么要重来？想飞是不是？啊，上去好棒哦！你讲爸爸呢？不会讲爸爸吗？因为刚刚没有在录影啊。是，他知道现在要上班了，啊，对不对？上去好棒哦！再讲一次，肉肉，肉肉，字，字，爸爸。妈妈，爸爸，妈妈。
没吃什么啦。现在是罢工了，是不是？张肉。你不要吃你的手指头啦，你为什么这样吸嘞？字，肉肉，加班了，下班了哈。你哦，你为什么现在喜欢吸手指头嘞？好吃吗？不好吃，吃得津津有味。肉肉，肉肉，字，妈妈，妈妈，好了，知道了，妈妈，爸爸，哦，爸爸，妈妈，哦，妈妈，妈妈比较大声，对不对？